传说中有白衣世子，在落叶上提尸后再度放入水中，其他的人会再将其捞起来往后续写。这里既然叫曲水流觞，复原的应该就是这部分的传说。但乍一看，这里的景观好像和传说中的曲水流觞对应不上，是不是做过一些现代化的改进？这里的确是按照现代的理解对传说进行了演绎。我想设计者的原意是将古代传说转化成现代的娱乐设施，至于园区的设计如何呼应传说故事的本意，还是要等我们切身体会之后才能感受到。与其在这里猜测，不如进去看看，走吧。有我在呢，太厉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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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没事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有我在呢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没事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有我在呢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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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厉害了。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有我在呢，太
太厉害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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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太厉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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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我在呢。一起加油。有我在呢。一起加油。一起加油。